哎呦，这不好啊，不好刷了。这边两个，那边两个，还绊了一下我的脚。哎呦，这个位置我最讨厌，你不好处理的。哎呦，先知还是厉害的呀。哎，水牦牛那个位置，他刷是刷在这里了，起点站这里了，躲起来了。接了。位置都知道，直接挂。牦牛来不及了，都知道位置了。空军刚刚开完机。我都忘记了，他下不去，我都忘记了。哎呦，先知走掉了，出大事情了这局。谈，我也行吧，先保个平再说。那应该是往那边的，在那个位置的。
枪你都不开的，早开早完事呢。你有搏命吗？都挂吃了。枪打到门上了，因为他倒地了，倒地倒在门那边，然后枪是有个弹道，是从他脸上射出去的，是有时候他倒地。往后一仰，嘣，给枪打地上，哼哼。怎么又是这个点啊？那我这次不打那边，打这边了。哎，舞女，我靠，完了！还先送我一刀，舞女不好处理啊。很厉害是吧？啊？谢谢六六，蜘蛛。不要怕舞女啊，是真的不要怕，是真的怕的那种，见到他就烦。但是你哎送了一刀，你不可能找其他人了，你找其他人你不好处理，对吧？这个应该是个谁啊？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好像是佣兵啊，不是，是个先知。他们还欠一台子啊，这次应该在双休，下午好。传送镊子，
拖个传送吧，拖个传送吧，怎么说？我觉得减速呀，减速太猛了，有点恐怖的减速。先知往这边走是吧？你想走吗，先知？哎，也行吧，嘿嘿，奥运正式还是厉害的，土坛不好土的，人家也不傻，我自己土坛没土好，呵呵呵，不亏，呵呵，谢谢杀手送的666。